经典电影《数位修复》，改编自名震中外的台海保卫战。共产党在四个小时之内居然发射6万发炮弹，从远处看，金门就像一个燃烧的大火盆呐、啊！这是我们保卫西太平洋自由国家的第一仗，重现战争最前线。柯俊雄、狄龙、秦祥林、林峰，《数位修复版》823炮战。